很有趣的问题呢。阿珍平常有没有在保养我的喉咙哦？其实说实话没有，我没有特别在保养我的喉咙。在开实况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说我在喝麦香奶茶啊，保养我的喉咙什么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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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。其实我对保养喉咙一点概念都没有，也许三年之后我的声音就变成哦是阿神这样子之类的。我没有特别在保养我的喉咙欸。那如果你有在看我的实况，你们大概会知道我刚开实况到可能开两小时之后的声音会不一样，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我不是一个非常能长时间讲话的人，我只要长时间讲话差不多一两个小时，我声音就会沙哑掉。不过睡个觉起来声音就会变回来了。所以我平常有没有在保养我的喉咙，严格上来说没有，但是我不会大吼大叫或者是弄一些很伤害喉咙的事情。如果你还有更多问题的话，可以留在下方的评论让我知道我下一个问题要回答什么。我们下一集阿贝索再见咯，拜拜。